走唔走？快走！
將軍澳嗰邊大埔對沙田半場完，比數係0-0。Ah!
Thank you.
位觀眾，公民的陣容是龍門龍、龍家明，後防就有許義森夾住郭海南，另外個左後衛是鄭佩恩，然後中場就是何門薇、何月玲、郭靖文、朱寶恩，隻右後衛就是陳翠文，前鋒就是吳永琴。傑志就是張偉琪、李榮恩、邝榮恩、朱素君，就是傅超文、劉瑞晴、蘇家善、陳家煥，然後就是阿 K 啦、鍾貝琪啦。公民做出第一個換人嘅活動，就是關榮如換出吳嘉欣換人。Thank you.
踢到40分鐘，公民1-0領先結戰，入球球員是郭靖文。44分鐘傑志的張偉琪追成1-1。
上半場已經完，公民2-1領先截止。